新手初学吉他左手必练的六个和弦，首先第一个和弦 C 和弦，我们来说一下 C 和弦的按法。首先食指按住二弦一品，然后中指按住四弦二品，然后无名指按住五弦三品，那么按好之后，这个就是 C 和弦。第二个和弦 DM 和弦，我们来说一下 DM 和弦的按法。首先食指按住一弦一品，然后中指按住三弦二品，然后无名指按住二弦三品，那么按好之后，这个就是 DM 和弦。第三个和弦 EM 和弦，我们来说一下 EM 和弦的按法。首先中指按住五弦二品，然后无名指按住四弦二品，按好之后，这个就是 EM 和弦。第四个和弦 F 和弦，我们来说一下 F 和弦的按法。首先食指按住一二三四五六弦的一品全部按住，然后中指按住三弦二品，然后无名指按住五弦三品，然后小指按住四弦三品，那么按好之后，这个就是 F 和弦。第五个和弦 G 和弦，我们来说一下 G 和弦的按法。首先中指按住五弦二品，然后无名指按住六弦三品，小指按住一弦三品，那么按好之后，这个就是 G 和弦。第六个和弦 AM 和弦，我们来说一下 AM 和弦的按法。首先食指按住二弦一品，中指按住四弦二品，然后无名指按住三弦二品，那么按好之后，这个就是 AM 和弦。那么初学的话，只要把这六个和弦记住，把它练熟练就可以了。